真一念断处，真回光一照。这是什么？当下见性哦。所以明心见性没有难处啊，一肯肯定，哦，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是佛性，不再疑惑，那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。那是动也没得动，还不要拿出来，动也不要动，不行啊，猴道下手把道，真的实实叫无垢实，还有名堂，于是这名叫无垢，没有肮脏，垢是结构嘛，都没有，是金刚道后一手空。世界菩萨总是在观，见到你怎么积极啊？见鬼了！我想你这样有的，底下人家都不要修法了，都是胡闹。所以这个多年，宋子明审判员，哎呀，狼狈为奸啊，害人呐、啊，害自己，太坏。是我们在打赌的时候。就是你刚才我们听到你开始的就是一定要心里安稳，对呀、哦，打住一个心，自知清楚，哎，那才是才是吃得住妄念，妄念才不动。像我们有的时候呢，比如开头上路的时候，嗯、是你嘴型还有点动啊，就紧张，就是你嘴型就啊动不起来了，啊、对呀、啊，心里好像你。这就对呀，这对的，这很对的。哦，因为不要强制在嘴前，不要强制他动。嗯，这妄心不大动了，他就不动了。嗯，所以不大动了，慢慢又练到无练了哦，练、不出来了哦，根筋就练不出来。嗯，都是好境界。这是个好境界。嗯，所以心紧和，慢慢收，一直盯着带紧，一点不放松。不行啊，脱不掉啊！心要盯得紧，盯得紧是慢慢松，松了一时脱掉了。这个打开来了不是成道，没有，他找到瘾，你在成道找市场锻炼，查到瘾，锻炼的你。顺境一点不喜，没喜，逆境一点不烦恼。就师父讲的无喜也无忧。哎，那你能这么做成道？这么做成道？哎，打开了见到的是你还是你呀、啊？不是师啊。这个师上不动摇，才真是不动摇。你能做得主？哎，做得主。就是师父讲的。什么境界才能做？有种假象。是吧？是吧？一个是清朝人，加上我，我再想比方，水里月亮银子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是假的，不知道的，是吧？你不知道的猴子还是知道的，猴子知道了，看就是淹死。我人人知道水里月亮银子假的，不知道。但是这实际上在说是假的吧？他就不知道是假的，去追求的。这就是水的月亮银子啊，不可得、最好的瞬间你不行，银子没有，最不好的那件银子没有烦恼啊。就是最近听起来，这些人就是想发财呀、他在美国很大的事业，他怎么不多吧？几百万美金他有的吧？好，你有几万美金，你安稳守守几吧。对，够了嘛。还要发财，还要做事业啊，跑到大陆、无锡去开游戏城，叫游乐城，游乐城，做保龄球、咖啡馆、这个卡拉 OK， 现在现在这么实际了。
保龄球现在是推的，就是那生意人家都不玩了保龄球。现在人家都下岗了，没有钞票了，哪个来玩？是吧？哎呀，那个时候就叫他不要弄了。刚刚他还没开，材料都买了，我说你弄错了，看看实际。他说先买了，我说先买了，买了一点摆着再讲吧。哦，去弄去弄，先投下$2,000,000投下河，啊，这不信，状况怎么样？因为这个事业弄得不大顺利嘛，对吧？那些人都是给他瞎搞，不是真正七心六肺，都是老王他老协调，怎么样开销，怎么样开工，他们烦恼的太厉害了，还生病了。还有个新房的拼命没有了，有吗？哎呀，什么新房没有？你不死的嘛，新房很好的。哦，你不逃，我逃，他就跑了，他就跑。不死逃的嘛，就这里，江头迎白刃，一路单顺从，杀就杀，出去。我们一个师兄弟叫邓汉龙，在杭州，真的日本鬼杀他。他给我看了把刀还在那里，杀了头，啪杀上去，他也不逃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啪一弹弹回来，那个人一下把刀掰下来，他跑走了，就逃到刀下去了。他就杀不死，该死死在你身上，我就临时不死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时候这个人没有啊，就是我们的师兄弟邓汉。哎，我们人就是这样子，性空认识清空。我讨什么东西？这去个坏，人也不坏。哎，等人人知道了，怕死干嘛？我就怕死干嘛？哎，真正人的不行，他不念这个思想，思想的确是假，哪念真的？就哪样是真的？这个桌子本身有吗？也没有。房子本身有也没有，应验合成，我说就是空虚，都是空虚。那有身体也是应验合成，父亲母亲也是空虚，啊，所以父亲是天真的，所以父亲天真的是天真的。师父，你那个讲的那个心随万物走，实际上就叫。弟子不要着想，是不是心随万物转就是起用啊？起用，不是来了我都不睬你们，就是带来我都不睬你们，是不是跟着你们转的吗？嗯，没问题吗？当听话，嗯，哈哈，第二句话要紧，转处是能悠啊，悠就是不动，悠是优雅嘛，静悄悄的嘛叫悠，幽静，静悄悄，不动。转出是来有啊，就随缘做事的时候心不动摇啊，所以因此说随缘是得心无喜也无忧，你不动摇当时很好，难不是你本心是心性，这就是我的心，这就是我的心，这个心如心性，心如创造，心如发明，都是心，所以相就是心，心如相，心相不二，事事皆心。嗯，所以你不做相那就见心了，这是心如心心的影子。你做相了又不做，这是报应机，跑得热就相。哎，师父，你念念不停语啊，是不是修行过程还是个过程啊？嗨，你不要起用啊。到今后的话是随到今后还是要起用随缘啊，哎，那不随缘，随缘起用，哦，我们死了你不动不对，
我们佛的境界也去走。哎，佛境界追过去，真是没有几年。对，也是啊。啊，他不起念怎么度生呢？还是要起念啊、哦哎，还是念念不停的。那么远呢，他要时时度生呢，他没做了你不动吗？嗯，罗汉才做了你不动呢，死了你就，所以就要死的了，你还是个生死。死了你不动，死了你不动了，死了，我这人动就变异啊，人就变化，变化就变化，那就变化无穷，是吧？他不能变啊，他说你不动了，所以不了变异是了，你不能变，不能动，对吧？哦，你们张老师那个念头不起来是，不想念，所以过而不留，一切过去就没有。所以禅宗说得很清楚，夜饮故寒胆，夜饮故寒胆，这个水泥一点影响都没有，大叶子上飞飞去，它没有影响。念的是哦，你还是要不有念的啊？啊，有牙齿念的那个劲。那你我说没事嘛？死水不伤的，嗯，住在里面死水不伤的，动。死了，死水不伤你进不不行。你坐在黑山背后里，坐在鬼困里，这骂人的，对吧？冷水泡石头的水，弄个冷水泡个石头泡的，有什么用？哦，这就是结了肠照的哦。啊，他就是不动。就是动，他说，他就是不住，不住，不停留，对，动而不住。是那个大水求那个神啊，这是往这一边边啊。这会后转，就在前面，别往后转转了，在前面，看到了哈，这样多别扭啊，就是，好不好？哎哎哎。让他做哦，还挡着人家。哎，我觉得师傅在真养狗。哎，奇妙啊！这都是真的，这轻松自在，这样都不行，这样都不行。所以这个手就得靠丹田嘛，靠丹田。哎，阿弥陀佛。那个听你那个钱王公司的光照的事情很少。热光照、月光照都不想干，是每一次啊都不要住相。我在办公室里面啊，对办公的时间，突然感到轰一阵，就在那个一刹那，我感觉到就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念头都断了。对，一念断处。哎，因为我实际就是静心，就是心，对，就是不信现行。后来才知道是一个热光灯光，比方说热光灯光掉下来正好打在我头上，哦，打得粉碎，哦，抱着你，打得我粉碎了。后来人家都很紧张，那个响声相当大，哦，但是我好像一点没觉得什么。热光灯打在头上，嗯，就光灯打过了嘛，粉碎，早上啊，我眼睛没一点没。人家说起来热光灯跟你们都有作用，嗯，就我一点没受伤啊，一点没有什么影响。而且我头上这个肾脏、办公台上全是玻璃血渍，哦，人家都跑来问说：“老大，你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没怎么样。”哎，蛮好，佛菩萨保佑你健康。阿弥陀佛，把你打开了，把你打开了。哎，但是你要保护，不保护没用。没刺头啊。就是地瓜一闪。我现在时时注意，按照师傅讲，就是对观照这个。哦，要保人，不保护没用。哎，保护出息气才有，这是灵吉大师说的。这第一句见得自尽不了，就是说生死还不能了。八十种子还在，这种子欲为就起现行，要动起来了。所以要在经常锻炼，练到你真的生静不息，一静不老，真的做到一分一点压制力量，自然如此。自然都是潇洒自在，经过的顺它不行，有影子加的。经过不顺，坏的事情来，加的，经过就坏了。啊，就像那个人，200万投下去了，那不要算数，
他就好了。哎，又在心里生病了。哦，还要熬老嘞，难过嘞，是吧？哎，历经了熬老嘞，熬老了就完了。对。我们就心中心中有好处，就是有这个额外的照顾。晓得，不管到了这种额外的照顾。额外照顾哦，不不说价值哦，对吧？否则不会爆炸的。对，从来没有，阿弟是不晓得是那方面。额外的照顾，都是相当相当的心中心中的这个价值。是啊。哎，所以人就是在顶上，哎，不拿个大炮仗。一放，砰！一放，啊！去哪里砸馆了？哪个大炮仗给他一放？哎，停停停！是吧？意思和菩萨的智慧嘛。哎，所谓修心的话，就有这个好处。嗯。哎，我就转上个什么？不要求啊！只要你修下去，做功夫，不服的时时照顾你。嗯。哎，有安慰的家。师傅，也就是说，我记得个二运四运啊。念一咒语，念一咒语会窜到那个大水球洲上去了。那也不关系。不要紧的。不要紧，随他去。随他去。这个反正念了无念处的。哦。要念了没有念。嗯。我不是叫念。嗯。就现在我有妄心，我叫念。你要妄念淡出，他自然不念了，那最好。对。他就是没空的。好的，你功不唐居，功不唐居啊！一定是老几的师傅，我再加一杯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就是要好好保护啊！我让师傅休息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师傅休息吧。送我啊，送你们呢。嗯，好好，谢谢。我也要，请请请。我把你弄的辛苦，辛苦啊，辛苦。哦，哎，这个书请得到吗？外边好像没有，没有。你们没有，根本没有流通。你快来，我们八个人，三个人的，没有拿得开心。哎呀，你喝点出来的，就这么两本，喝白出三大本，对，就这么两本，这一本三本也看不到，不行了，待会儿。他还像那个。哦，六人民，你们现在学生啊？对，我就看那本。六人民，内蒙古看看他明白的，我们就内蒙古，嗯，有喇嘛，对，就看这个，哎，内蒙古看那也是很好的。我是湖北的，湖北，武汉，你不是内蒙古，他们两个是，我两个是内蒙古，我两个，带我去，对，哦，哈哈哈哈哈，啊，别动，嗯，很好，很好，幸福，嗯，很好。很老远了，这些正好正好从成都赶过来，过年前，啊，嗯，也是机缘，也是机缘到了吧，嗯，然后说就是要再走弯路了，所以幸运幸好。在什么地方听到的？我说的广告，啊，也是我听到。我那个，是这一部分。称心啊，称心，在火车上碰到的。那个胡高去打听啊，这个太子，个太子，不要多少太子都喝水了。别人看见了，哎，这个偷了个杯子康，就告诉茶房，送个太子上来，一个女同志偷了个杯子康往里去。哦，那个茶房走过来了，哎呀，同志啊，你的包拿出来看看，哎呦，包看什么东西？包看，人家说你拿一个杯子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打开你看看，你。我又没办法打开来，没带你们两个亲，囊中出彩叫什么？两个亲嘛，爱出烦恼吗？烦恼嘛，当时出不出去了，我赶快逃了走了，怕两个亲吗？你不爱，你不坐在上面的，你不买不拉倒，不要，你算了，是吧？都这些，两个亲不两个亲了，这是烦恼，这是烦恼的，叫近一处爱出烦恼。这第一种，第二种叫欲界爱住烦恼，欲界，欲界，什么叫欲界？淫欲心了哦，男男女女淫欲心都很重了哦，哎，都是住在上面哦，不肯放手哦，所以出家人也犯戒哦，是吧？
这家人就乱搞，男女关系三角恋、四角恋，还有乱搞，搞这个社会不太平啊。就是你杀我杀你，都是为这个奸淫来的哦。所以就是欲界爱住烦恼。哦，除了这个，还有一切甚至缺麻子好。现在不是有爱养宠物了吗？电子宠物说是啊、哦，你们南京有没有啊？这电子宠物还好好养它呢。哎呦，大家养个电子恐龙，有一个小恐龙。哎，啊、电子宠物啊、哦，哎，所以人家爱字画，爱古董，爱什么玉器啊、哦？再从一个和尚爱个翡翠盘，爱什么的呢？皇帝赐给他翡翠盘，怎么变玉啊？当中的红桃子。天然的雕刻出来哦，非常爱住，就爱住烦恼啊，哦，我说你得到他，你想希望他长久，就金刚说无寿在心，就希望他长久在心，一旦失掉，给人家偷去抢去了，你也没有，所以就是想保护他长久，就爱住烦恼多。把欲界爱住烦恼断不来，音乐性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还世界爱住烦恼也不多了。世界为什么爱住烦恼呢？你世界有入定了，禅定了，初禅定、二禅定、三禅四禅定。禅定的快乐，你已经尝到一点味了，轻轻飘飘，又舒服起来了。这次进去快乐的不得了，这二禅喜，三禅乐。快乐的不得了，不是人间的乐，好，很快乐，就住在里面了。哎呦，舒服啊！哎呀，所以我们有的心中心怀的人，这一定他舍不得下注。哦，不想，我这舒服快乐的。所以那时候我们是用心不下注，偷他起来下注，住在里面。吐的气，现在人都坐不住，哎呀，我难过的赶不下去，是吧？这是禅定的乐，快活的很，就不是苦。所以我用功打坐不是苦啊，一开始是苦啊，因为你心也不定，乱七八糟的坐在那又很迷闷，胸口闷，迷闷。腿又疼，手又疼，哎呦，难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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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、哦！这要坐四小时是不行，啊、哦！我只坐两小时，坐两小时，那勉强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假如坐四小时，啊、哦，坐六小时，若定住他，啊、哦，舒服得很，叫实践爱住烦恼，哎，这个也是的，你住在里面，说叫烦恼。因为你不能去变化，你死在那里啊，坐在楼顶看着就死在那里了。所以罗汉分了变异生死，这鸟分断生死，就溜到里不去了，最后坐在那不动就死了。不死了你不动吗？你死了你不动不是死了你啊？所以不了变异生死不行，不能变化自在。我什么地方都能去的，地狱天宫一般通。天宫就是地狱，地狱就是天宫。牛胎马腹都能走。所以那个鬼山祖师说：“我拜年之后在师父家偷个水果牛，你们喊我水果牛还是喊鬼山僧？”他能走啊，都自在逍遥啊。你不能动啊，就不行。所以说叫世界爱住烦恼。再进一步，无色界爱住烦恼。无色界，无色界看起来是没形象了，无色嘛，色性都没有，但是还是有，就静微了，细微了，就肉眼是不能见的，还是有相。哎，非相非非相体，是无色界体。无色界有四乘体，叫四空体，哎，是吧？就色无别主，空无别主，无所有处，非相非非相处，一层一层变，
非香非非香都是八万大劫一个定，八万大劫，前四万大劫是层层深入，后四万大劫层层退出，啊，一个大劫要多少年呢？天文数字，因为一个大劫四个中劫，一个中劫是二十个小劫，一个小劫是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三万年。没说，他说万不是零，不零开始，万开始，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三万，一个小节，二十个这个数字是一个中节，啊，八十个数数字是一个大节，那多少年？还有八万大节，八万不是一个大节，哈哈，不得了的数字，出来了。这地方最后出来了，哎呀，出来了，这还是有吗？对吧？所以他还是不了，哎，所以把这个烦恼也断掉，才能够把第八十换成第九十。那师傅，哎，那我们下座以后，最好也能达到那种。对呀，啊，做善的那种程度，啊，对。那比如说做善能够空到那个样子，做下也要空到那个样子。对呀，啊，做下一点像不出，哎，再好的境界，他不要，淡而出之；再不好的境界，他无所谓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爱憎取舍，没有，啊，爱的就取，不好的就舍，是吧？所以是没有爱，没有嗔，不是爱心，不是烦恼心，嗔恨心，不取不要了，不取无记，不舍不不要了，这东西没有，我根本没有，我舍什么？我根本不取，有什么舍？我这个不取拿了再舍，没说拿，有什么舍？我开始烫哦，这功夫一层一层做的，层层深，很不容易，这是。所以禅宗师傅讲了，明心见性了，就是说身心世界都化空，打开了就了心，生死没有了，所以说。就是说第八十种子何在？也时常很容易，就是要做善观。禅宗讲善观，明心见性了，这是初观，打开了见闻，第一观打破，第二观在时常锻炼，因为没有爱憎取舍。再美丽的姑娘在面前，你一点不动心。再发财的好机会，你一点不动摇。念到自然如此，还不是压住？别动，不行，那是我家的。自然如此就是很逍遥自在。因为凡所有相都是虚妄，都是假象。三五大地，任何三地老庄超不松，饮食起居种种都是假象，不动摇。所以这个世上磨练成功，打坐正道的那还是你，因为你不在世上磨练，但是没有经过境界考验，你做的没有境界，不要动，我都放空啊，这还有意思。这世上啊，实际锻炼了啊，所以密宗一个双生法呢，为什么要双生法呢？实际考验你，你动不动？嗯，你试试看，你动了，哎呦，下地狱！你动了，下地狱，你动。所以莲花生大师说，这个双生法不可轻视，轻轻一路试试看，不可。他说两回生。要么就自炒三界，你都不动了，磨练成功了，当你透出三界成道；要么是下地狱，你动了吗？下地狱，啊，所以有道无道自己知道，自己不知道，你动心不知道啊！哎呦，动心不知道啊！
自己知道，就诗上头的功是真功，我念的功是真功，你透不过别说大话啊、哦、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大话没到那个程度，哎好了，我无德无学无证的成功，你是不是成功了？所以这个路子是不晓得路有多长，所以才这样讲，不是生死就有，就是看你怎么做功夫了，什么磨练，磨练的你对事情上真正不起疑惑不迷惑，就镇定。所以六祖大师说定则是对事没有迷惑，对一切事没有迷惑，不动摇，不是做了你不动，只是定了、嗯、那死定了啊，活定就在死定当中，哎，你做一些工作当中，对了机会当中，心一点不动摇啊，就在客人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一样，嗯，粗的倒是好说的，那细的那个念头不起一起的就拿出来、那都不行，他起念头，他不起这些念头，他就不起这些念头，不是起的贫富打乱打妄念的那种，乱打妄念更不对了、哎，所以要把这些妄念都断光啊，叫做维系留住、嗯、叫维系留住、嗯、最维系的念头你看也看不见，你还看见、嗯、哎，维系的念头像阴沟的水，阴沟的水、哦、快得不得了，你看不见动物、哦、不是大江大海的水，那个水几大波浪，看哦一个波浪，哦一个波浪大多高、哎、它不动，它流得很快、哎、其实动流就是动嘛，是吧，哎，有一种就是动的维系的，你看不见的动，是要锻炼的成功，就是破二关、哎、破二关分得很深了，哎，它对劲不动，用生死从何过来啊，要晓得生死就是对劲身心来，对劲身心你自个去来，我们的身体从何来，哪能会有身体，我们父母同房时我们自然动心跑进去来，中阴身就是死掉了，混进出来，平常都是混进出来，那个混进还是要身体、啊，哎呀，我身体没有了，我没有身体呀、啊！哎，有缘的父母，千里万里的他就一看就看见了，他那是一个痛，他那是也有神足痛，一票就到了，快得不得了，他自己钻进去了。假设你不动，不要，动是肮脏的，不去。那就没有身体了，生死就了了，就是生死是对境身心来的，对境身心往里往里动才有这个生死，我对境不身心就死或断了，死是思想，对对境身心思想，我思想不起，对境的经历我不懂，坚持完了，哎，他生死就了了，分段生死了还必应生死呢，法子呢必应生死呢，这个方法就不对了，法子要观法，佛法佛法都不可能，没有神通神通不可能，佛菩萨不可能，都没有，都空寂，所以这才是无垢识，第十无垢识是具身法子了了，那个一根就断了，一根断了，那个成佛。所以说这条路是很长，就你真能够打开来见到本性，真能够打开来，
就是身心世界都挂钩，真做到这个地步，不是听说说，真说，哎，真的是没有，真的光明真不同，真的没有，哪里有时间，哎，哪里有虚空，哎，喂，哎哎，啊，你好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阿弥陀佛，哎哎。哦，真的就是，现在是出入地方都喊我，马上就走，就是我走不了。出入地方这样喊啊，哎，都喊我，马上就走，马上就走，就是我就走不了啊。是呀，应该是到家走就好啊。就是是呀，春天，很复杂。哎呀，既然停没什么复杂，没什么复杂，是的，你试试看。我现在就是四五月份就走不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四月份啊，我们有这个美国来的人，我们又好要到上海来。四月份，哎，五月份啊，有这个新加坡来的人，哎，我也走不了啊，哎，春天嘛，四月份、五月份嘛，你不四月、五月份嘛，哎，哎。所以我也走不了啊，跟他们要好，他们都要好了，是吧？哎，就是他是根骨根茎如此不变，叫禅，他坚而不动，不动不摇，不来不去，啊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他是坚，哎，光明无量，做十方国无所障碍，哎，不是一点点小事，做十方国无所障碍。是禅机关净土啊，要证到这个程度才成佛。禅机关净土，西方极乐世界一佛如是，讲四土。第一是凡尘同居土，有形象，是七宝莲池，七孔八功德水，七种熏染，七种行，黄金为地，怎么好？凡尘同居土。上去是法本有余土，有余还有法子在，没有鸟。你住在罗汉果才能上这个。哎，那么再上去，十宝庄严土，哎，成菩萨大菩萨，十宝庄严土。再上去，常寂光净土，成菩萨。哎，常寂光净土了。就没东南西北的分别了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，华藏世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它长期关净土，就整个华藏世界，啊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为什么说个西方，就是极古圆成，极古圆成，太阳生于东，落于西，极古最后圆成复古。清净，长期往净土成就。所以《华严经》最后，普贤菩萨四大愿望往生净土，就是意思，成就长期往净土，成佛了，成佛了，西方圆成的成佛了。
普贤菩萨菩萨位我成佛啊，是藏经往净土成佛的、啊、是这个意思。人弄出来哟，这是西方东方都不好，知法喽，这佛是运用佛的，佛是都是表法的，不是做相的，先做相。我要面对西方，不要对东方，我对着西方。错，我们的地球是转的，你说现在是希望你转转找错东西了，他不是不对吗？喂，嗯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相反了、啊，没相反，观世音菩萨就在西方，对，别动，是，西方三，哎，你要在西方，要富好地的好，哎，喂。嗯，你好，我、不敢的。哎呦，哪一次我不高兴？哪一次不高兴？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啊，好好好，嗯，啊，什么事了？坏了，说不出来。嗯，嗯，哎。哎，哦，现在还没出来装定，在装定中，那当然可以给你。哦哟，你这么贪心，哦，那我知道，你一个人不能开山的，好吧，好，哎。哎，没什么不高兴，我不高兴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不，就这样。就后来，就是减少睡眠，就是硬减少可以吧？什么？就是那个减少。减少硬的。睡眠，减少那个睡眠。哎。硬减少可以不可以？硬减少一般硬减少，就是你能入定里和无声，睡眠自然减少。哦。要硬减少才可能。我说是入定功夫深，自然不要睡，沉重不自眠啊！哎，自然不要哎，沉重不眠。啊、嗯，现在小孩啊，就看你的功夫。哎，只要你气足了，东西就不要吃，不要吃什么东西。如果睡得着，是精足不死地嘛？精气神嘛？精足不死地，精不足就想阴。啊，气足不死食。精气神了，精足不死阴，精不足就是想阴，哦，气足不死食，不要想吃东西，神足不死睡。就是说，修的功夫还上不去这些东西才能。哎，上去自然不睡，啊，硬磕的不睡没用处。那我跟你讲，一下子睡下去就麻烦。啊，哎，你能真的入定一个小时，坐在这入定，就等于睡着七个小时。哎，阿弥陀佛。知道了，哎，下功夫，下功夫。哦，所以要心清净，心不清净就难了。哎，这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。大师不是念佛成功，他教导我们要度十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哎，什么叫度十六根？就是一句佛号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把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这六根，通通抓住，抓得不要动。怎么抓法？最主要是耳根听念佛号声音要抓住，因为我们眼睛可以不看嘛，闭起来。打皱了鼻子，不管什么响彻，身体不接受外境，手脚不动，是吧？哎，嘴巴也不讲话，是吧？耳朵听不听佛的声音，你把一根就抓住了嘛，一根顶来是动了，它在里面动了，是吧？
听闻猎户的声音就抓住不动了嘛。所以英王法师说得很清楚，英王法师是金钟大祖师嘛，现在金钟大祖师实际上是三代大祖师，他就是念佛号要信念耳闻啊，用耳根圆通啊，我观世音菩萨的方法啊，这是大师是不要说都是六根精力相继很难啊。找知名讲讲很容易的，找知名讲讲静念或者安安静静清清静静，不要动妄心，不断的念佛号，不是就是静念相继了吗？相继是继续不断的，总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不断念，这是静念相继了吗？其实不是啊，很深的，什么叫静念啊？能念佛就信，这个心是妄心，告诉你，所念的符号是记得拥有一个东西的，这个拐杖的，有人有所，能念的心，所念的符号，能说相对，相对动作是虚幻的，相对动作是虚幻的，是非长短得失都相对，都虚幻的，绝对真心没相对，就是能念的心，所念的符号，啪脱掉。没有人如双亡根尘脱落，那时候叫做净念，所以一念响应一念佛，这一念响应这念是佛，不是我在这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响应的佛啊，不响的，这个能念心所念佛号再相对是假的虚幻的，人如脱掉没有，那一念响应一念响应一念念念相应念，念念都如此，念念是佛。那师父，那进入那个禅定那个状态，是不是就到了那个阿弥陀佛？啊，没有脱掉呀，根尘脱落，你还有东西嘛？你还有东西看见嘛？还是相对的嘛？你看声音听到是相对的，那有什么都没有，是绝对的。所以这时候外面有声音就听到了。还是没声音，你看。没到那个境界，你没到个境界嘞，那差嘞，哎，是吧？人如双亡，根尘脱落，那一念是相应，那一念是佛，那是净念，净念相继，你看要继续不断如此，你看这难不难？净念相继啊，永远是那样。你要假如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打坐用功夫，净念能做到，啪脱掉，一点都没有。明天就做不到，告诉你。哎，很可能，因为呢，我有的时候做得好，有时候觉得不好。哎，你做不到，要天天都如此，是天天都是这样。天天如此还不是？那下座还那样。对呀，下座动中还如此，静中如此不算，动中也如此。念的要动。哎，静念一如。动静一如，静和念，它是再来一次，说明一个是静，一个是动，它两个要相互的，对的，而且动静一致，不念而念，那就是这样子啊，这相继，这功很深呐、啊，所以大师菩萨成功了，不然就马马虎成功了。他们西安的一个小和尚，下一手把刀的害人呐、啊。他们西安的小和尚叫慧开，就在那做大梦，下他一定要下地。他说：“净土中啊，我都不要念佛啊，这相信有西方，不念佛就认识西方。”要死了要死了。那九华山也有个小和尚。九华山也这样说。有一个小和尚。僧俗。啊。有个叫僧俗。僧俗啊，那是个女的吧？男的。男的。说是人的大和尚的弟子。哎呦。不要念佛都能生气的，是他的次子。他也这么说。他录音资料回来，我就把他叫回去，不要听。啊、哦，下地狱如箭射，造谣言。现在有不少。哎，你看印光大师，你分两天都叫了。好好念佛啊，心灵耳闻哦，听得清楚了哦。哎，听得清楚。要论六三昧哦，你看还有论六三昧。他说不要念佛。就能生西方，怎么胡说 啊？这个慧开真的造业啊！啊，还俗了，叫他入魔了，把他们没赚。
是这个小伙子真是个虎胎，虎胎啊！西安很多人跟他跑了。很多啊，那个小伙子，也是小伙子。好多念佛的人也跟他是一个大学生嘛，他到我们南京来讲，讲了以后他们到那边去，后来我们俩一起对不对？我们就跟他们讲，我找了他，找他谈了以后，他们好多人就开始不念了。你们这样你们讲不到，你哎就不念他就不安他的话吧？哪个大都是说的？哪个佛菩萨说的？我们就讲了，就证明。假如不是佛菩萨说的，都是胡说。他说他看无量寿经自己悟的。哦，自己悟都胡说八道，自己悟。他十八愿，第十八愿。第十八愿。胡说八道的，我自己悟的。我本来跟他说辩论嘛，哎，辩论他不来了。这是不是佛说的，菩萨说的，就大周师说的，你们都是虚拟学员来的，后来没来的。哎呀。胡说八道，乱说。就是我们不敢听，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说。我念的不好也算不上。你看，灵智大师说的，灵智大师是净土宗第七代祖师，莲池。哎，灵智大师怎么说？念佛再多，升起再少。你看，他念佛的很多，升起的很少。自己做不了。什么缘故？他问什么缘故？念佛心不通其故。念佛这个心不痛气，不正为生死，不正前程，哦，这马马虎虎敷衍的不行，敷敷衍衍、马马虎虎都不行。我告诉你，不念的是，不念更不能生。啊，这些胡说八道的，这么乱说，啊，哎，临时大师这个话都不会错，他七代祖师，念佛人多，生气人少，不少。不动，就是念佛的心不痛且不行。海生大师说得很清楚，海生大师说：“可念弥陀心散乱，还不合拢也突然。”哦，这是人家大多数是徒走的，嘴巴念阿弥陀阿弥陀，心里乱七八糟想，大脑里乱七八糟想东西，合拢还不没用呢、啊。海生了念佛还不能治，何况你不念佛都能生。更胡说了！哦，我都不知道，你们这个金华山一个和尚这样说的，我都叫他。我们没看到。这个家伙，哦，我都叫他唐西安，是九一号。这个小和尚会看，乱说八道就是，要是这个希望，只要你相信有，不念佛就生。他说那个十八愿阿弥陀佛讲的，念一声佛就往生，你就是要念，要相信，到时候念一声佛。哦、你还要念一声佛呀？他说：“相信了也能。”你那一说怎么念的？你放在那临时。他说：“你只要相信了一念。”你倒是变成大破迷，大破迷，你就根本想不起那一念。你比你看，你就做那个一些危险的动作，你根本就想不起念佛了。哎，大的一声都念不起来，你就根本就想不起来那一念。他是哪说的？他说只要相信了就行了。是的，他说哪都不知道，我说过多少万次，我说过多少万次。看到了，你是叫他现在一切都放下了，现在最要紧的时候了，往生西方的时候了，先放下。哎呀，还念佛好，我来都来过死了，痛也痛死了，我念不出来，哎呀，我难过死了，还念佛，啊，念佛好的，我念不出来。很多的这样子啊。我自己有体会啊，我觉得生病的时候，那个脑子里头光会想那个病来，不做主哎，不想病，他那个光念，怎么可能念不？那个，青岛有居士告诉我，他说亲身体会，生病了，开刀了，开刀的是生病了。那个胃啊，痛得要死了！念佛，念佛，念不起来呀、啊！这是痛哪有？我哪念念佛啊？念不起来，念不起来，念不起来。念什么念？念。他说我能做到金元相应吗？哎，他就行了。所以他做不到，很难做。关键是力，看谁的力大。不是他那个做到那个能够把那个疼放下来。你不是，你的力量大的话，你就能够念住；你力量不大的话，那个疼能战胜你。哎，你就是这个力，对吧？哎，一般。对。一般根本达不到。哎，力量不够啊！啊，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啊，高木先生，全家好，好，嗯，
好好好，勾行，哎行，没出去啊。